只要你是个废物，就没人能利用你。坏了。是什么让 ZC 说出了如此绝望的话语？南哥，放我这，放这，两头堵是吧？我是被夹得最惨的，你在说什么？那行，你只要不创我，我会给你好处。我这把底线创掉，你就不用考虑这个了。给哥磕一个吧，太耻辱了。那我只能以世界为敌。哎，兄弟，我现在啥都干不了。又是什么让他和他的伙伴们深陷相互利用的漩涡之中？我们只知道这一切发生在哥伦比亚一片刚开放的拓荒区中，而且只有一人能够笑到最后。Hello， 我是魔法 ZC 目录，叫我小周就行。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咱们玩的快乐就好。后面这是咱们奖杯是吧？金色的是第一的是吧 ？OK， 那我今天的目标就是这个。但是如果说拿不到第一的话，只要超过韩哥就行。嗨，大家好，我是今天来测霸哦，不，来体验桌游的你们都是托，我是桌游萌新。我平时玩桌游的话，只能说只玩过大富翁，是这样的，玩的还是比较偏激的，一般都会讲究一个争一个排名、争一个名次之类的这种东西。虽然说大黄和韩哥之前没有了解过，但是刚刚在那边看的时候，他们确实看出来啊，桌游高手是吧？看来还是要针对一下他们两位。祝韩哥勇夺第四，再接再厉。啊，是吗？我还不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你好，巧啊，贵姓？你好。大家好，我是米拉韩，今天来到这个桌游现场很开心啊。这个今天的作用是来给大家捣乱，是来凑个人开游戏的。桌游玩家买的多，但是玩的话，平时单开的比较多啊，都是买来熟悉一个规则，然后收藏一下。啊，玩的话，偶尔会精神分裂玩一玩啊。我平时玩游戏的风格的话，一般就是干就完了，怎么爽怎么来。今天成绩的话，不要到第四就算成功，超过韩哥就行。祝韩哥勇夺第四，再接再厉。好巧。大家好，我是明日方舟的关卡策划，我叫大黄。然后非常高兴啊，今天能够来到这里玩明日方舟官方主题的桌游，游城拓荒筑基者。我玩游戏的风格其实是很捉摸不定，竞技游戏的，那我就是要干死别人啊，能中吗？这个就是要赢。然后有一些，比方说叙事向或者 RPG 游戏，我会比较在意说沉浸感。在这款游戏开发过程，我有一些初步的了解，不过不多，就还挺神秘的，所以还挺期待的，就是这款游戏。玩游戏就是要赢。游城拓荒筑基者是一款适合3至4人游玩的竞技桌游，每位玩家将扮演参与拓荒运动的企业家，在游戏中通过部署、调度、探索、城市移动、建设等行动开采资源，扩张势力，建设城市。在经过8个回合的较量之后，分数最高的玩家将获得游戏胜利。本局游戏所有人一致推举大黄作为先手玩家，随后抽选出了罗德岛、海德兄弟、黑钢国际和约翰老妈四家企业。好，我先开始。大黄开始进入入场。那我选 G01， 请把你的移动城市放置在 G01 的位置，然后这是一张绿色的事件牌，来，请。它是一个原石矿，那我就把一个原石矿放在这儿，它每回合会产出原石矿。那我要选第一个选项。好，获得2个异铁，用这个计数器拨弄一下，然后还有2金券。然后你是先手玩家，所以说你的初始资金是10金券，有优势。啊不，你是最少的。这样子。那下一位，韩哥 ，A02 吧，放上去。那同样的。翻一张，这个位置是你的，可以啊，四通八达。那也是一个原石矿，选择你的奖励，3个原石吧。那就拨弄一下3个原石。那同你，我能不能选一个离这个矿最近的地方？不行，我们只允许在绿色的地方出生。我那边挤一挤嘛，我离你们太近是不太好。离得比较近的话，冲突就会比较厉害。那我继续选 B01。好的 ，B01 是特殊的，先获得每种2个。OK， 先获得资源。来，这是你的事件卡，它是一个异体。那么我要
三个原石好了。好的，一样。来，第三位玩家是四块钱，谢谢老板。然后最后一位托老，这我好像没什么太多选择了，我也只能离我最近的这个 C 零一了。好的 ，C 零一，也是原石，也是原石，那就不用想了，肯定或者是获得三个原石。好的，莫动的十八块钱，谢谢老板。至此，四名玩家都完成了入场，在各自从七张角色牌中选择五张作为本局游戏自己的角色牌后，游戏就将迎来第一回合。准备开始第一回合。我们本局试玩有特殊的规则，大家不是手上会有一个信封吗？那个有你们个人的玩家企业家技能。除此之外，在座中有一位厉鬼。本局游戏制作组也给每位玩家都准备了专属的秘密技能。除此之外，本局游戏中还加入了一个内鬼身份。抽到内鬼身份的玩家，如果达成了内鬼的任务条件，即可获得额外的加分。除了内鬼自己以外，其他人仅知道内鬼的任务是与游戏中最高级的资源至纯原石的数量有关。玩家们需要通过整局游戏的观察来寻找内鬼的蛛丝马迹，并在第七回合收尾阶段指认出内鬼。如果指认正确，那么该玩家也能获得额外加分。是不是你？就是我，就是你。好的，对，已经自爆了。那第一回合开始，按照对，好，我先来。Tips 卡斯的流程，大家选一择一张角色卡盖上。轮到大黄，好，我先第一次行动。好的，雷蛇。你的下面那个是发动不了的，因为现在场上没有影响的。那我可以换自己的吗？也不行，可以换自己的，那你不等于是白花三块钱？没关系，没关系。好，上来就可以三块钱，落子无悔。我先放这儿放一个，好的，这儿放一个。好，他的计谋你要发动吗？可以不发动的。那我不发动，那就不发动，就等于是少了一个效果。那你的行动是？我要探索这个。那 G 零二，然后因为这条路上有它的影响力，所以说不需要付钱。那 G 零二是一个黄色的。探索大型原岩场，这是你探索来的世界，它是一个原岩矿。那我要四块钱加一分，那绿色玩家率先获得一分，以及四块钱，这下也要领先了。先走一步，先走一步，然后放一个影响力在探索的地方。对，啊，韩哥到你了。那到我了，那我主要之前准备发动雷蛇的。你也发动雷蛇？对。完了，还要换我。只有你是可以。我在这里放一个。好的。然后我在，你可以在他这儿放一个，一起踩，共同开发。好，好的，一起选择探索 A 零三。那同样你也不需要付钱，它是一个黄色的，它是一个原石矿。它有三个选项，第一个选项是你可以支付四金券放一个影响力。那我选择，来哥，放我这，放我这。他选一次性给你。那我支付四块钱。好的。放这儿，放这儿，直接把它堵，两头堵是吧？两头堵是吧？开上来一个夹我了是吧？我是被夹的最惨的，你在说什么？那行，夹，哇，夹了。那你别忘了，你探索要在 A 零三放一个。是吗？怎么回事？这真不出来了。好，那我首先发动我的角色是山，那么我支付两块钱，支付两块钱，选择企业升级并且发送技能，那么我升级提升一级罗德岛一级企业特效，然后再升级海德兄弟。 OK， 好的，你的行动。那我选择一个开采矿开采电钻，好的，建筑，然后这个建筑我得想怎么，它是一个开采电钻，是一个黄色的建筑，一个铁和两个原石放在这里，铁我少一个，两个原石，获得合计五个，合计五个原石一体。我获得两个原岩，一个原石，两个玉体。托老，轮到我的话，我肯定是要先发动，先拿钱，发动我的德狗，获得十二块钱，开始回费。好，然后选择一张设施，把它放到设施排骨的最底部。来，让我来看看，那就随便抽一张吧。好的，就是好吧，就这样，可以。解满处，挺好的。你也不想来这个？好，我刷新一下。然后你的没结果是另一个颜色的企业办事处，半模样子。那你既然堵我了，那不好意思了。你要串我？对，是不是可以选择结盟？你只要不串我，我会给你好处。你只要给我付一点点，我再还给你。我等下还给你。你信我？可是我本来就想先来这边。串吧。只是我心会痛而已。你先别痛。城市移动。城市移动。移动。移出一个字儿。好的。你的心在流血。
那我们看看，我也只能看到啊，看到 C02，然后因为 C02没有被探索过，所以说你也会，就算一张事件牌，它是一张风险任务，它是一张可以获得三个一铁或者四个原石，原石算了，还是拿一铁吧。好的，感觉咱的原石有点多，三个一铁，三个一铁。那就是我要放一个出发点，对，要放一个，我要在出发点放一个影响力。那好，大家第一轮行动就结束了，轮到大黄的第二洞。好，我的第二洞怎么办呢？我刚刚被托老创了一颗了，我结尾还得收回来一颗。要不针对我？为什么要放我这呢？我只想恶心心你一下。哎，我撞掉了，我就知道。你看韩哥也是。我要买设施，我要买这个10块钱的这个。好，你也要开车。那买一张。然后谁创我的？我要原始精炼厂。对对，然后你要创回去？开玩笑，开玩笑。那这是新的建筑，然后我要获得六个原石，获得六个。那我，韩哥要不要跟我进盟？你想，我已经这么友好，两个人一起踩那个。韩哥，你想一想，你从那边回收要多少路费的？嗯，没有，我等一下要撤，我最好肯定撤那个，对不对？但你还是会收了路费再撤。嗯，哦，这样子哦。对，好的。那我直接在这儿放置影响力。他现在影响力爆高。开车首先消耗三个原石。然后把这个，哎呀，你看，哎，你看 ，ZC 都对脱了多好。B02失误了，不应该挡你前面。这些我已经一张富贵起来了，你走这。复原石矿，好兄弟，是一个原岩矿。那我获得三个原石。好的，我的原石又回来了，我会在原地留下一个影响力。好的，韩哥，为什么要给我的路？这不是想让你接济我一点？忍不了了，佣兵指挥部。佣兵指挥部，是吧？行，然后把钱给他，也不肯把钱给我。不，这时候我要发动效果，替换将韩哥的回去吧你影响力替换了，以及佣兵指挥部有一分，所以说你要加一分。好，咱们现在共同摇了一些，可以。好的，那第一回合就结束了。哦，是不是我还有？然后大家进入采集阶段。采集阶段，第一回合。四名玩家一上来就丝毫不留情面，大黄表面上在四处寻求结盟，实际上却想着法子恶心心，最终被托老创飞了面前的影响力，而自己因为发动过雷蛇的策略效果，收尾阶段时还必须移除自己一个影响力，真是得不偿失。而韩哥和 ZC 看似暂时按兵不动，但他俩紧紧相邻的移动城市势必将对周遭资源点产生激烈的争夺。ZC 的城市移动没有选择目前相对空间更宽阔的 A01 资源点，而是冲向了 B02， 这或许会给自己接下来几个回合的发展埋下伏笔。看来这局游戏一定早早就会出现激烈的对峙画面。第二回合是韩哥的先手，那大家盖第二张牌吧。好，大家都盖好了。主要行动之前，我先发动三。好的，上面先发动策略。好的，会放置一条公路，放在这里。那么说，现在这条公路就变成所有人使用都免费的。嗯。然后红色加两分。哇！然后第二个效果就发动了。对的，是。那支付两块钱。支付两块钱，选择一家企业，提升一级，然后发一个他的企业特效。那我提升罗德岛的吧。好的，然后发动它的效果，提升另外一家，提升另外一家企业，那就第二个，这个是白海，还是提升海德兄弟，移动城市，支付三原石，总不能是去吃那个铁吧？总不能去打 CC 吧？B03 吧。好，韩哥城市移动到 B03， 你们这个赛道，这是铁来了，那我完全出不去了，我这。啊，这是一个铁矿，太惨了，我获得三个一铁吧。没事，韩哥结束了，对吧？那我发动一个技能，使用玛纳，是选择一家企业，所有玩家升级一级。谢谢，罗德岛所有玩家升级一级。你要招募一个。然后招募一个干员 ，ZC 将罗德岛提升到了3级，触发了干员特派，我亲自洗吧。有什么超力强力的角色吗？有，每一个都很强力。哇，你可以从里面选择一张，有没有歪？这张，好的，歪了，需要从原本的五张里面弃掉一张，但不能是现在正在发动的玛纳。这张送出去吧。ZC 将吸人已出了游戏。OK， 没事，吸人死不了。我再发动企业特效，这个罗德岛的。这样子再提升一级，再把海德兄弟提升一级。好的 ，OK， 我主要行动，我不想开车过去，就是韩哥挡住了，要不然坐建筑嘛。
继续造建筑。那我要一个这个好了。好，写办事处。三个土，一个云石。三可能这么放。我再加海贼兄弟再升一级，那他到了三级会加一分，然后企业办事处还有一分。因为我的资源不太够了，所以我要先让我自己升一级，他发动他的计谋，并且所有资源获得一个。但是他是不能发动企业特效的，还是想开车，看出来了。对，我要。那你也只能，你不会往回开吧？对，不可能往回开是吧？我只能往前开到 C 零三。情报交换。一个又是原石，坏了，我全家都是原石，那就你注定还要开车啊！这把得开车了。在此资源相邻的航道上放置一个影响力，放置一个别墅。好的。问题是现在还并不能，要到第四回合你才能进红区。可是相邻的也只能，你也可以放这也是相邻的，但也红区嘛，它可以采集到就 G03。你可以放，但是你会后悔。对，因为这里是大黄的地盘，内定了，但你放那儿也没有收益。对啊，但是也总比放这好吧？啊，确实确实，你可以采，你直接采那个是吧？对对对，就跟你共同开发，共同开发，没开那个，和平共处啊，好，咱们共同开发啊，只要你不过来，那我肯定不会弄你。那你刚刚还踹我？可是你是过来的呀，那怎么办呢？好吧，好吧，那我也不能往贼现在走吧？你可以这样，那这是挂韩哥，韩哥了，我不想给韩哥交钱。那什么，够了，结束了。这个没你了，焦点怎么了？我也没有你了，怎么回事？那我先。极进，我发动计谋，然后是交三个那个原石，然后去开车，我就要开那。也就是说，你会移动到这儿，然后你要在出发点放影响力。三个原石已经付了吗？好，先支付。然后你的行动，我再开车，我再消耗三个。是开到 G03吗？对，我开到 G03，两个啊，虽然重叠了，但没关系。后面。然后这个地方，荒地人村落是一个原岩荒。那我就先拿上面吧，资源石头和铁，一个一铁。那韩哥，到我了。第二栋，那我全是移动，全是移动啊？不对，我好像没有原石，你只有两个原石，只有两个原石。哎，不好意思，我可能还得再卡你一回。我可以借你一个。哇，那你这条路然后你这个过路，然后什么？我还得出钱呀。你这个给我点利息吧？什么利息？我先想。要什么？你要什么？你给我三个铁就行。对呀，是，我就你让我挪车位，我还得给你交利息。那你就这个停车位很抢手，这个停车位很抢手。对啊，他要把你卡住了。对，我这个，那你总得动吧？你不可能光别夸我。我有钱，我来动。对吧？你这样，你借我三块钱，然后我拿五块钱给你，然后你再，然后你再给我。没事 ，C C， 你听我讲，你可以威胁他。你有没有发现，他如果不让你走，你可以直接偷他屁股。我现在只能够一直吃别人的尾气，我每次没有探索的奖励就很难受。确实，探索吧，我探索，探索这儿。好的，先交两个钱，你就没有钱了。提醒一下，采集的时候也是要交钱的。但你可以赌一下那次探索里面的奖励有，那你就开赌，赌开赌。探索第03是洞穴和遗迹，哎，还真是有钱，真有赚钱，获得十块钱，十块钱，有钱了，有钱了，有钱了，生意。我是不是可以部署一个影响力，然后部署一个这个？好的，那么回合结束。好，轮到我了。我想现在什么都干不了，只能进行最低级的了。等到你也可以探索呀。我也可以探索。你可以探那个什么地灵，我们共同开采。啊，好像确实那边没有人哎。可以，那就探地01了。好的，那支付四块钱。地01，它是一个一体开采权，哎。可以选择给大家发帖，然后你拿钱。哦，要不要做个十三块钱给大伙发工资？发帖抵工资，五谷丰登。怎样吗？老板大气，谢谢老板。不用这样说了，谢谢老板。各位，来，老板，这是你的收入。哦，来，大家获得一个帖。我有帖吗？你没有帖，你把帖卖给别人了，拿的十三块钱。哦，大黄啊，我短回合的最后一栋。那我先放一个影响力，那结束了，进入采集。第二回合中，韩哥果然选择了 B03 作为自己尝试移动的目的地，从而彻底堵住了 ZC 继续向前的道路。无奈之下，在抽取了一张罗德岛干员后 ，ZC 也只能寄希望于第三回合自己的先手回合来打出一波收益。
反倒是托老和大黄虽然离得最远，却达成了默契，各自抢占了离红区最近的 C03 和 G03 资源点，互不侵犯的同时也相互掣肘。先手就传给了 ZC， 然后进入第三回合，大家盖牌。ZC 请发动我的高级感员凯尔西。那么第一个能力，选择一家企业连升两级并获得一点这个一分，对，获得一分天赋流，你这个是。那么我选择升级海德兄弟，直接砸两。那海德兄弟走到了五级会获得两分，对，然后凯尔西获得一分，对的，触发海德兄弟的所有效果，是的，首先所有企业特效，对的，首先我获得四个石头，现在有八个石头，然后呢卖两个石头获得15块钱，这么早就开始发力了吗？凯尔西恐怖如斯，然后再发动企业特效之支付六个原石锭，正好，所以说我一定要踩那个，是六个原岩啊，原岩，然后是把所有的设施洗回排堆，换皮换一皮，因为他这里可以换到一张比较高级的，来请你洗吧 ，OK， 那会重新翻出六张，那好像和之前没区别，怎么洗的？确实真的是一模一样啊，一模一样啊，这上面一模一样，五张都是一样的，金色传说是吧？可惜没有金色传说，坏了、你要造哪个呢？那肯定是最贵的咯，最贵的是这个彩色的附属能源设施，23块钱，那我就造这个好了，它的效果好的，复制这个开采矿井啊，获得5个任意资源，开始写给你了。在第三回合就功成身退了，获得3个原岩和2个原石。OK。然后由于复制是一个一分的设施，所以说 ZC 再获得一分。我购买一个联邦办事处能力书。下回合你依然是先手。是下回合这张牌的效果是啊，下一张又是联邦理事处。如果你们会买这个的话，你们的效果后触发的会覆盖他的。就针对你一下，有点坏了。针对一下，不然下把我也要往后走了。好吧，那我也不好反悔了，我就放在这里吧。好的，轮到托老了。我的钱好像不够买，挺奇怪，坏的。我有这边可是有获得原因的办法是吧？是的。海德兄弟可以获得，你先发动角色牌，我是山，叫山，然后支付2块钱，支付2块钱，升级并且发动它，对，蓝色升海德兄弟一级，发动它的一级企业特效，获得4个原岩，然后只要扣2个原石，到一个联邦理事处，它把 ZC 的效果覆盖了，也就是说下回合托老正常获得先手，这一切值得吗？这一切值得吗？你为什么要买它？确实值得，确实值得。你为什么要买它？你为什么要买它？就对于托老来说，因为我要进去了。托老假如不买，大黄买了，托老就变成最后一个。他不太能接受。那我放一张放到这里。好。那拿大黄。好，然后我是玛纳。大家一起升吧，我发动策略。要升啥？你可以大家一起升你自己的，然后大家都没有什么，是吧？什么都没有，是吧？你可以升罗德岛，送韩哥一个干员。谢谢你。只有升这个，升、这个、那我升这个。大伙一起，那是大伙一起。时空器，时空器，然后你发动一个企业特效。我提升海的兄弟。大家都喜欢海的兄弟。好的。太坏了。我放一个在这儿吧。这样。好的，把路补上。好的，那我主要阶段前，我先发动人物技能，玛纳带兄弟升一级，好吧？罗德岛升一级是这样子的，他的五级也会获得干员，如果你不想让 ZC 获得第二个干员，我劝你少管闲事。对不起，那就发策略。哎呦，不是，那你自己不也获得干员一样？确实友好计谋吧。对不起，是我害了 ZC。提升 ，OK， 好的，不好意思啊，单独提升。那提升到了3级，先来，先出干员。那韩哥把坎洛特扔掉了。好，那我主要阶段我抢城市移动，支付3个点，移到101哪里？这儿吗？移到101吧。那然后留下一个点数，然后马上被这些创掉。这些来，这是你的事件，是一个直接里面走，是一个异体，选择获得2个原石5块钱。他把车位让出来了。我走不动，我没有原石。动吧，兄弟，买你这个吧。我想想啊，邮费的钱我来付。你上回合应该跟我共同发育的。你看我们俩已经在门口了，
然后对我我对我开这边，我开这边。你是男少林，我是北少林，你往这里开，我往这里开。好的，好吧，咱们先把地方占住，把口堵住，他们进不来了。好的，我还是决定买一个建筑，花9块钱买这个。好的，载具仓库。那我把韩哥这个102给移除了。哇，然后你移动一个你的。你可以放这边和我共同开发，也可以直接就放下去，因为这边已经没有了。这个东西确实要换掉，这个要花4块钱，太贵了。嗯，找一个便宜点的。那就这个，你还不是说没有原石吗？那个不需要额外花钱。对，你不是说之前看不起这原石吗 ？C01 这个。对。C01这个吧，好，咱们一块发育，你也不撞着的，无所谓的。我肯定不是，我撞回来，他说给你记仇呢。OK， 那么回合结束。那我现在也什么事情都干不了，我只有13块。探索的话，肯定现在只有 D02 和 A01 可以探，都离我太远，比较远。对，D02 我倒是可以尝试探一下，我要2块钱，要付4块钱，两条路。我的话，我要探他的话，你要付。但我感觉好像现在确实快折腾，不是4块钱就可以，你可以这样子。哦，4块钱，那我就探了。探，好，是它是一个最后一个原石，怎么还是原石？原石爆炸了，一铁吧，或者3个一铁。我选择移动两次影响力，我把这个先移了。好，这边太浪费了，我放这儿，我把这个也移了，放这儿。第三回合的最后一动，那我买个剑子吧，我买个这个吧。那获得7个是吗？是的。第三回合行动结束了，大家开始采集。第三回合 ，ZC 向我们展示了人在走霉运的时候究竟能有多霉。通过先手双发凯尔西技能后 ，ZC 直接发动了海德兄弟的4级企业特效，花6个元盐重启设施供应堆，并立刻免费建设一个。但不知是洗牌过于草率，还是别的原因，翻出的6张设施牌仅有5张和原本的一样。ZC 随后又建设了一张联邦理事处，欲抢夺下一回合先手。谁料牌堆顶竟立刻又翻出了一张联邦理事处，因为忌惮别人建设这张设施，从而导致自己的先手回合被跳过，托老不得不花费资源将新的联邦理事处买下。这样一来一去，玩家的顺序没有变化，但 ZC 和托老却相当于进行了2次较为低效的操作。相较于目前发展顺利的托老，一直被卡在后场动弹不得的 ZC 显然无法接受这个局面。我现在这个局势，我卡住 ZC 就算成功。韩哥的话，现在说实话，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去赌 ZC。他一看就可以玩，要是让他玩到的话，那我们玩什么呀？资源全给他抢完了，情况不妙啊！资源因为可能是前期扩张太猛了，已经有些见底了，尤其是刚才翻牌翻出连续2张抢先手，导致我花了很多资源之后，其实啥也没干。嗯，现在就比较纠结，到底是开始使劲往这个矿区里面钻呢，还是说就在外面游走？现在也就在找那个内鬼是谁啊？首先不是我，然后我目前怀疑的话，可能是托老吧。我感觉最后我们在那个核心区域，就红色区域必有一战，就要看大黄会不会背刺我了。如果他要背刺我的话，我肯定也会背刺回去，争取比韩哥分高一点就好。那第三回合结束了 ，ZC 把先手给吗？好了，那我传给托老。小偷的贴纸，我抗旨荣耀，斩了。第四回合开始，每位玩家升级1级企业等级，托老选择升级黑钢，大黄和韩哥则升级了海德兄弟 ，ZC 继续升级罗德岛至4级，这样他还有1级，就又可以进行一次干员特派。第四回合大家开始盖牌，好，开始，都盖好了啊，盖好了，托老。那我是移动，开车还是探？开车。好，放上到103，放一个，然后103的事件是，好，那我就是纯原石。我的天哪，被他开到了！目前游戏里第一个制成原石，第一颗。然后我加一个原石，这样我就3颗了。那不发动角色卡吗？对你，要发动，不发动，没事，我下一回合还可以发动。对的。那我先发动，然后是计谋，计谋支付2块钱，选择一个企业提升1级，我选择这个，那约翰老妈提升1级，然后发一个特效，那我就获得一个吧，那你就获得1分，加1分，好，让你的行动开车支付3个原石，好，
进那个吉林寺是吧？对，不用想。对对对。好，你摆一个上去。然后吉林寺。好，哎，又是一个自存原石，还剩下一个自存原石了。韩哥的时间不多了，这现在韩哥压力大起来了。这是一个一体，选择是吧？自存原石或者三个，要自存原石吗？要自存，还有一个铁是吧？对，流下了血的泪水。好，那我先发动吸人，对，使用他的计谋，然后回收几张？三张，回收三张，获得就每一张你可以选择获得5块钱或者移动一个影响力。嗯，那就5块钱吧，15，那就15块，15块。那你的行动，移动，扣三点移动，开到哪儿 ？F02，F02。好。哎，是个双土，哎，毕竟剩下。最后的一个，只有一个是最后一个。那你的奖，等你自己看了。你的奖励是获得2个原岩、2个原石、2个一体，或者18块钱，或者1个自存原石4块钱。你会动吗？获得我就往下。获得对，要么往下。我只能我是2选1，反正获得1个原石4块钱。对，虽然它并不是个原石点，但是它会产出哇，然后四块钱。要出来的话，直接可能痛一批。然后记得在出发点放一个。那我下午这个要动了，我思考一下。VC， 我怎么动？小东胜利了，现在没有毛，这太可恶了！哎呀，先购买一张贸易街区，直接零，现在变成零了，然后这个变成卖2个铁，拿8块钱。好，谢谢老板。够了，到你的第二栋了。探的话，还是估计是会往里面探，因为这样子，下面是探2个，上面只有1个，韩哥应该会探上面2个。你的话估计是不会动了，所以韩哥肯定会前面2个，这样概率更大一点。那我就把这个掀了，如果把这个掀了之后，如果是的话，你肯定要回来。那我就付路费探索B02，交2块钱，不会是原石吗？是原石。韩哥心肺停止了，都在后面是吗？我再放一个，行动知道了。你这什么表情，韩哥？这表情怎么了？没事，怎么了？我给你看出来了，你又不感谢我，下面2个点。面不正风了，别急。你最后的使用角色卡是吧？对对对，我要学使用角色卡，然后我要放置2个，还要交钱是吧？3块钱。那你再，我这2块钱了，坏了，我都采不了资源了。2张。那这样我放置2个，我得把路铺上。上面就是他的策略是放置2个，这一个。首先你要动吗？往上拿我。我想回家，不是你要动吗？你要动，我不敢放了，感觉你要下去了。那我肯定要动的呀。那算了。你要干嘛？你还要拦他是吗？我想给自己收费，但是他要创我怎么办？那你就放学给他一个更好创你的理由。就是你底下那个，你想收底下那个原石不是吗？没事，交2块钱嘛。对吗？没，要不这样，我直接把你底下创掉，你就不用考虑这个了。你再这样再绕一圈吗？看你表现了。那我放哪就创了是吧？啊，好。那我如果放这里的话，那就是。也是交2块钱，它都连着了。是的，雷蛇，你还有下面的计谋的替换，别忘了。我知道了。你知道了。大黄，你刚欠我2块钱，我要收回来。该偿还的时候了，我要收回来了。我要收回来了。你刚欠我2块钱，你刚欠我2块钱，刚付了2块钱，给你要收回来了。好的。好。那你雷蛇结束了，正好只有2块钱，想想。哈哈哈！给我，剩余的人家都给我了，是吧？没事，我也只剩2块钱了。哇，托老这哥很烦呀、啊，这个一放，说你钱了，把你的命脉卡住我的命脉，卡脖子是吧？真的假的？卡我，这个吧，先放这儿吧，这里先放一个。那我探索一下吧，探索 F01，又是一个双土，这么多土，今晚吃土了。然后他的奖励，6个原石吧。好的，获得6个原石，我感觉花不出去了的资源。ZC。我先购买这个来，没有一个非彩色建筑，我会少花一个土。没种颜色，啊、你现在可以减3，也就是它需要一个土啊。那我还少一个土。坏了！给哥磕一个吧，哥分你一个原点。太耻辱了，真的。没事，等会儿。借我3块钱，然后我拿5块钱给你，然后你再，就然后你再给我的。不过咱们游戏你要是不允许交易的呀，不允许交易，哎呀，那有必要吗？有必要吗？那这不就卡住了吗？这个资源啊，都怪你，都怪我，谁卡的？那我只是刚好路过吗？被你暴露，把外面全给你撞了，行不行？好，你这么说的，管我呀，好，动手，动手，开动手吧，动手。你不怕我盖张限定卡？
啊，对，太长，你可以可以这样。哎，你发动，我把这个发动了。我说一下，就是假如你发动这个，那我不能用角色。二级钥匙是不能用角色的。对啊，这回合没有用角色，所以你所有角色会提前回手。啊 ，OK OK， 那好呀，好，这一切值得吗？这一切值得呀，太好了，把这个全部倒过去。怎么回事，韩哥？还是我卖给他一个吧，这样我卖一个，怎么样？但是规则不允许，那怎么办呢？那就创吧。JJ 宣告了一个高效移动管理体系，获得七分。米勒涵，米勒涵，我们这么多年兄弟情，没想到就这么毁一笔蛋。假的，不需要站坑。对，就是撞一下。哦，这个在出发点放一个，再撞一下，然后你也回去。哦，放一个，然后再放一个，你再放一个。哎呀，韩哥呀，韩哥。没事，你装吧，你装吧，你看看我的资源。那第四回合就结束了。第四回合红区开放，托老作为先手玩家，通过城市移动和探索顺利翻开两个至纯原石资源点，大黄也坐拥了一个至纯原石资源点，韩哥则翻开了两张双元岩资源点，疯狂吃土。被憋在后场的 ZC 终于不再忍耐，宣告了二级样式高效移动管理体系，牺牲了自己一次使用角色牌的机会，进行了连续两次城市移动，直取韩哥腹地，报了韩哥卡了他两回合的仇。至此游戏流程过半，托老和大黄互不侵犯，顺风顺水，并且各自占有至纯原石资源点。而韩哥和 ZC 因为一直互相消耗，再加上糟糕的运气，目前形势不容乐观。那先手第五回合传给下一位来，行，这个对，大家盖上最后一张角色，也只有这一张可以盖了。思考一下，我先思考一下。ZC 要创下来了，我这条路上好多点啊，我不一定非要创你。ZC 还剩一次，这个哦，他有一次开车，我还可以再创两下，你还可以去创两下，对的。打算怎么走？那看你们表现了。小韩啊，你自己看着办哈。这里全是土，你要创？谁要创？这土留着给你自己盖。大黄该出手了。好，我先把衣服脱掉。太热了，这是第二阶段，我要发动技能。来，第一个技能，神秘技能，朗诵一下吗？还是怎么样？好，挺好。我是内鬼。不是，第一句我不是内鬼。看你们表演。除最后一回合外，任意一回合的角色牌盖放后可以发动，除你以外的三名玩家顺时针或逆时针调整座次，持续一轮，且这一轮中这三名玩家仅能使用一次主要行动，不能使用快速行动。调整座次后，玩家可以查看盖放的角色牌，但是不能查看对方的手牌或玩家技能。你决定吧。这样换，让韩哥坐着，然后请韩哥出手。好好好，启动，我看看能把韩哥的这个换给我。然后你正常进行你的，然后我发动这个吸人效果，我先获得一个点数，就我没有钱，所以我只能发动这个点数，获得一分。然后我要使用四张牌回手，获得20块钱。啊，我想要一张10块换两个，可不可以？可以的，可以的，不是换两个，是移动两个。啊，对，移动两个，就是移动两个。这个是10块，能够弄得到。然后我要移动，这个换到这儿来，然后这个换到这儿来。哦，这局势有点不明朗了，我已经看不懂了，坏了。就因为你们现在交换了座次，你们是替别人行动。然后我买这个吧。好的，三个原岩，两个一铁，获得16块钱。那韩哥该你了。好的，我要行动。大家好，我是米道涵。你可以把他车开了，是吧？这样的话他就拿不了原石了。真的假的？本来也拿不到。你本来下来就是了，你现在直接给他上去了。你要把他车开走，我直接把他车开到边上去吧。不好不好，我觉得这样子会跟我打起来。我决定买一个这个，拿24块钱买一个城邦工业区，然后放在这个。哎，可是他有那个，他用钱买的。哦，钱花钱买的。哎呀，这个钱花随便花，8000呀，买不了，刚好20，全部用完。24，确实是24，别太假。对，韩哥加两分。还是给你赚了两分，还是赚两分的啊！谢谢你。好的，知道这个上次给我磕一个，我就不卖了，给我磕一个。到了 ZC 了，自己了。大家好，我是 ZC。我感冒了。我不能冲我自己啊！你也开不了啊！你现在那完了，我啥都没有。一个好的，你能干啥的？你要是能开，就我甚至啥都干不了。坏了，这一次就被用掉了。只要你是个废物，就没人能利用你。坏了，你能干啥呢？你想进行什么操作？
我好像也看不出有什么操作的。你不会也没有什么要操作的吧？我先告诉你啊，你要干什么？我要干什么呢？就我干什么？我要用角色，你用不了。我用角色了，你用角色，再下一步通过吧，通过吧，放一个，放到天涯海角跳过。这样吧，我放你近点的，放这里，你就到时候去创韩哥，好吧 ？OK， 要你谁给我放这儿来？这样我起码能少挣点，少亏点公路钱。行，现在就创韩哥啊。OK， 你放心交给我，别创我，别创我。OK， 你放结束，结束。行啊，托劳，我是托劳啊。既然你们都结盟了，那么没办法了，那我只能与世界为敌了。什么？你要创人了？开下车为一姐吧。动我玩发动技能了，我针对一个人发动技能了。哇，这也不是说吧，技能是针对发动的。那既然你把我人出去了，那我肯定大家都别活了。算了，给你留条生路吧。所以你看，我也不打算往进去里放东西。要不这样吧，我把你车开到这里来，然后我再进去，也行。哥们还能再赚点原石。不然也见哥们现在那个别创，那别创我绿色的，他开过来就会创掉，开过来就会。选择不创吗？不能选择，不能，必须。等一下，那这个仇我得找托老还是找你？他肯定找托老呀，我见托老，你找托老报呀。你找我，只能托老开了。开回去之后我离你更远了呀，那我就踩你。哦，是的，确实。主要是那行吧，兄弟，开一下。我这放三个原石，然后给我留一个。对，这儿要放一个出发点，要放一个。那好。我们换黄的效果就结束了。好，这么一看还是 ZC 下手最狠。主要是我这啥都没有，他下不了手。哎，我钱呢？你钱呢，韩哥？我买这个。所以我导致我不给你。你不给我，然后我花资源买。好的，还是扣到两个铁，扣掉三个，三个石头，然后我放在，我先说，我放这。OK， 那到我了是吧？对啊。发动玛纳二效果，不一计谋效果，不带大伙一起升。嗯，好像其他也不行哦。那什么，带大伙一起升吧。那还是用策略吧。策略升什么呢？升什么？升这个吧。海德兄弟，海德兄弟。好的，那我升。有人升不了呀。哇，我还有。然后有人升，谢谢老板，谢谢老板。你要发哪个特效？那就发这个特效吧。那扣六个原岩。扣六个原岩。哦，没事，你挺多。那要不韩哥你自己洗，我感觉会洗出那个金色传说了。金色金色传说是什么效果？就是贵，贵就一个贵，三分有点贵。好，哇，金啊不是金色传说，啊怎么都是零啊？啊，传说不会，哎，金色传说三十块，金色传说那就这个了。好的，那。忙给那个红色加三分。我发动玛纳的计谋技能，选择加企业升级，并且获得三种干员各一个。好，然后招募一名罗岛干员。好嘞。会有什么神级干员吗？是谁？是谁？是什么？是谁？我把这张坎诺特送走了。那我那 ZC 也把坎诺特移出游戏了。好，那我买一个太宰矿井，太宰电铲，两个原石和一个铁。好，那我现在要换。获得五个原石，获得五个原石。OK， 回合结束。我要发动吸人，然后但是我觉得这些你到底要怎么说？我还没动呢。不是，我说你下回合你要往哪开？我想跑路了，不要这个原石了，里面的。我想从那边跑路了。什么？托罗想从地区跑了？对，因为你要过来了。你我过来了，对你没有影响。其实你要一路给我冲过去，我跑不掉啊。我就是捡两个原石。冲一下，你要往这里冲还是往这里冲？我要这边上，你我不进去。你们自己扔，我就在这里。哦，那我肯定跑啊！你就我在你必经之路上面，你只要往这边走，我在上面点全部给你拔掉了，那就。你要逃，那你回头为了逃我的，你就丢了这个原石。我不用啊，我发动技能逃了。你发动技能逃？我发动我的吸人来，下面我准备要发动吸人来跑路了。嗯 ，OK。啊，这样我就跟你这一片全跑了。我要从下面跑到上面跟你共同开发了。那你要这么说的话，我觉得咱可以商量一下，对吧？我这四个肯定要走掉的。但是我往里撞韩哥的话，没有什么意义，毕竟韩哥这两个土我实在用不上。石头，这样你先跑。对，那我先跑，我反正下面都让给你了，先表态。OK， 那你发动吸人。我发动吸人，把剩下的牌收回来，收回来，然后我可以移四个点数的，然后那就是我先把这四个收回来，肯定不要了，这四个肯定不要了，然后要先和 ZC 共同开发，那你放，我放这里肯定要放一个，把它共同开发 ，OK， 讲究人是吧？先补一路，因为我现在没土，要不然你也来吃点土，
你确定我要吃土了？吃吧，你吃吧。哎呀，哎，我怕我一吃你就创进来了。旅行精神不好，放了原始不要吃，是吗？为了不让你吃这两口土，好像也喜欢吃土嘛。好像也是啊。那让你这么守着那个土，有脱脑结束之后，我怎么是行动结束之后，这回合就结束了。所以说你这款先去买土，韩哥没有机会来动。嗯，是你的韩美，这还得放一个。现在你四个都移动完了，还有个放置，我要放置是你的主要行动啊！我看看我放哪儿？算了，跟 DC 共同开发好吧？对吧？你看，我们就三个共同开发点了，非常的和平。好了，那我现在这回合结束了，大家行动结束了啊！那第五回合的采集。第五回合，大黄首先发动了他的专属秘密技能，戏剧性的让其他三位玩家逆时针调换了座次，替他人操作一轮。坐在了韩哥位子上的 ZC 毫不客气地花光了韩哥的所有积蓄，替 ZC 操作的托老却因为 ZC 资源实在太过短缺，而只能部署了一个影响力便跳过。韩哥则用托老的移动城市创造了大黄自己的一个子。一轮下来，虽然场面十分热闹，但大家似乎都还留了一丝情面。换回座位后，几名玩家各自发展，韩哥发动了海德兄弟的四级特效，造出了最高分的设施城邦行政区， ZC 则继续抽取了一张罗德岛干员牌。第六回合将先手传给韩哥。韩哥，那大家开始盖牌吧。那韩哥，我先购买贸易街区吧。啊，一个一铁一个土，画一个一铁一个土，终于画出来了。一会儿还要花更多。你们怎么技能都不用了？现在蓝色的，脑子很慌。我先卖四个土，32块2。大黄，你再发动一下那个能力。没事，我占了个原石矿的，先卖了吧。两个至纯原石，30块。你们请查收，这一次花了完了。谢谢老板，谢谢。没有关系嘛？你给我，你要发角色卡吗？角色卡。现在不发。好，那 VC 购买一个护航调度中心，我花各两个啊，那么放一个在这里，然后再放一个，我放在这里，放在这里可以吧？这样子的话，我可以再发动极境。好的。然后你还是会在出发点放。真创韩哥。好，他要进来创你了。我怎么舍得撞你啊，韩哥？我现在啥都干不了。这个我也不会发动一下啊，我得大黄走了再发动。什么？大黄会走吗？我不开车。开车。开车。那贼先要进来了。那我看看这个有没有什么七个土。2、2、3。要到这个复制是吗？我要复制它的效果。要不还是跟贼继续开发吧。你的分很高呀，这样开起来跟韩哥开发吧。你这个怪可怜的，对吧？这个怪可怜的，要不咱们就共同开发吧，行不行？行 ，OK， 我背着你啊，我共同开发，别等下回来给我撞了。这么害怕？这么害怕？啊，我忘了 ，OK。然后韩哥的仇恨集中在我身上，现在。那你要发角色卡？我要发角色卡吗？不，我等等我。你不等我来，我看一下我先。我先发动这个计谋，然后支付2块钱。选择一个企业，好，我选择这个企业，然后先放到这儿，付25块钱，得三分，10块钱，绿色是20块，1分，然后得3分，9分，好，然后我，你的行动是，我买这个，下次必定先手，用资源来买，对，用资源来买，我和 CC 亏麻了，还是我放这儿，那韩哥，你的第二次行动，好的，我发动森染技能。好的，自然技能是什么？免费移动，策略技，免费开车。行，那就往上开吧。好的，啊，那最大有两个土，是个一铁，肯定是一铁。获得4个原岩和3个那原石，那个原石吧。然后出它的计谋效果。从设施供应区选择2张不同设施的不同名称的设施牌放回游戏盒。你可以先选一张，等新的翻出来再选第二张。选一张移出游戏。好的，是吧？选它移出游戏，然后会翻一张新的。就把佣兵指挥部移掉。好的，不让别人替换。然后你可以获得3个铁。你的主要行动，花费3元15开回去。又开回去。哎，你们又开回来了，本来还打算守好这个圆。当然。本来和我可以和我共同开发的，韩哥他现在要占住这个地方，他的
F 区很微弱。嗯，所以呢？你不把韩哥 F 区给创了吗？那我肯定不弄。我守在这里的，那我他也守在这里。你没发现这个现在这个原石很尴尬吗？都在这两头，所以中间是空虚的。对，我不跟他这样，我现在也有自己的档。哦。可是你的特殊技能你发动完了呀，但我也不知道你们的特殊技能是啥。你是不是想诱我进来，然后发动你的特殊技能？沉默了，沉默了。还是大伙聪明啊。ZC， 其实这回合我可以与世无争，就是我也不影响你，我只要自己玩自己的局。我可以选择部署一个影响力。我不想再交出老路费，对不对？咱们这个钱不太够。和平发展嘛，你看，哇，我们这边非常的和平，对不对？就这个慢慢来。够了。啊，你先找个建筑物啊，我给你干建筑物啊，就我没有建好了，那我只能买这个了。嗯，给我了。发动完了，然后带大伙一起升啊，这好像升了没什么意义。哦，那一起升黑钢，那你要发哪个效果呢？那。肯定是最强的效果了，那就发黑钢的四级效果。那该动手了，你想杀谁？我就跟着你后面，你发育我也发育嘛。我已经这个发育完毕了，我已经。这已经是完全体了。我已经不长个了，现在。怎么回事？知道为什么我跟你说你要不要来 F 区吗？我就怕我进去了之后，嗯，然后你又咔嚓给我们两拳撞了。不会不会不会，我不行我不行，我算了，我还跟贼 C 发育去吧。哎啊，贼 C 是肯定会绕上来的，啊，那我就跟在贼 C 后面了，这里。咱们共同发育，别忘了最后啊，提醒一下，最后大家是要抢地盘的，嗯，贴在一起就是最后一定要打起来。到我了是吧？是的，好，我可以宣告这个是吧？可以的，这个可以的，宣告，那获得三分，三分，一二三，然后你要使用它吗？使用，然后选择一个企业提升两级，那我肯定这个吧。好的，提到五级获得两分，那绿色加两分，然后你看。大黄一下反抽了，现在该打谁不言而喻。嗯，第六回合就结束了，开始进采集。本回合中，大黄机智地拆穿了托老的诱敌之策。虽然我们尚不清楚托老的秘密技能效果，但大黄敏锐地察觉到了托老的恶意，选择继续巩固自己的地盘，同时买下最后一张联邦理事处，获得第七回合先手，从而有机会成为第八回合的末动玩家。已经失去获取至纯原石机会的 ZC， 只能继续在外围扩张势力。他是否会在接下来的行动中将重心放到区控之上呢？韩哥因为遭到了 ZC 多次报复性打击，加之上回合被 ZC 花光了自己的所有金券，状况已经岌岌可危，甚至不得不卖掉两个至纯原石来换取金券。而目前状况最好的托老依然没有遭受实质性的打击，而即将到来的第七回合，所有玩家都将进行内鬼指认，这或许给了目前落后的几人翻盘的机会。我觉得就是 ZC 把那个韩哥24块钱直接卖用掉了，真的太搞笑了。这样的让我报了之前他一直卡我的仇，感觉还是要做人留一线。他们那几个操作确实很坑人啊，能不能申请一下，再让他这个技能再发动一次？我感觉他们三个其实特点都很相近，都是各种和平发育，想抢他们的点确实从情面上说不过去，容易起冲突。韩哥说实话我没看出来他到底玩的是什么，所以我现在合理怀疑韩哥是内鬼。韩哥的话就不是很明白了，给 ZC 给打懵了，但也可能是因为 ZC 是内鬼要故意控制人数量。我就按照我的规划来，如果说他们把我布置好的东西又拆掉了，那我就只能认了，就是这样的。第六回合就结束了，先手还给哎等等，我买了那个怎么回事？下一回合又是你啊。第七回合开始，大家准备盖牌吧。大黄，那我先发动这个，然后先升级，是升这个啊，先升，提升，大家最多升级，对，提升一级，约翰老妈，那到达了个五级，也就获得三分，然后你要发一个企业特效，那我卖原石获得5分，卖原岩获得15块钱，然后它下面的提升一级，计谋再提升一级，提这个吧。然后再获得三种资源各一个，这个吧，一瓶颜料上221，我用资源买，企业办事处获得四个一体，再加一分，坏了，你都18分了，坏了，我三分，我怎么还三分？那我发动雷蛇用策略放两个影响力，
一个放在这儿，哦，然后一个放在，嗯，我放这里。确定这个不是红色，这个是灰色。它不是 F 区。我知道你要占红色，我提醒你一下。那我放红色吧。你的行动。说实话，杰森现在要进去这个 F 区撞爽了。F 区你要吗？你现在进去不是撞爽了？那我买一个这个吧。来，我首先呢回闯买一个企业办事处。313，313，对我加一分，黄色加一分。好，那我发动罗德岛的第一个能力，提升一下我约翰老妈的关系，获得了也没有获得，没有获得，没事没事，不获得。然后发动角色卡之计谋，在此牌上放置至多四个玩家标记，宣告这个。好的，给你一个，把那三张转过来。OK， 然后 VC 加三分，起把分稍微冲一冲。别冲了，别冲了，我买进入了。哎呀，托老现在很大的优势，他非常想要稳住自己这个局势啊，我跟你说。他现在地牌很大，主要是。但是我只有三分，你这三分只是假的。你有五个原，五个原石，六个，一，主要是 ZC 一个都没有。是的，是的，我得花两块钱原石捡一。然后你要拉一个负一分的吗？嗯。那我可以先宣，是可以的，不听这个了，我把它翻过来。这是什么来着呢？就是可以三选一，那麻烦给蓝色加六分。十分，好，然后到我了是吧？对，大黄的第二次行动，我花我买这个，可以卖两个铁，八得八块钱。猜的，对不对？这个蓝的其实隐隐约这一片，其实我还是意有所图的。但是韩哥，韩哥，我们这么多年兄弟情，没想到就这么只要八块钱，我在这占着这个蓝的，你居然敢抢我？韩哥，该你了，大黄结束了。那我，购买物流枢纽，用一个原石和两块钱。拉一张蓝色的，好的，宣言这个，那再加三分，十四，那我只能结束了。到我了，到我了。那么首先我要发动我的，就是这个积分的效果，是支付三个原石。对，然后我要动两步，动两步，在这里打掉一个。那你得走，我走，因为我不想，我知道，我没事，我本来就要走了。这个也要你进来，我铁走啊。我要在这里放一个，对吧？对，还有那边的出发点，这两次移动，两次都会放。够了，第七回合的最后移动。那我直接买一个大的，我加三分。那我发动德狗。可是我现在想去这个 B 区啊，怎么办？你想 B 区？他要退出 E 区竞争，然后你想收 B 区？那我想怎么抓韩哥呢？哦 ，A 区有两个是吧？惦记抓我干嘛？哦，断了你。那你有什么过节吗？嗯，我韩哥，我断你 A 区梦了。那我就删除一个。子怡，你说删哪个？那你要删我的是吧？不是，我这两个红的删哪个？那你看看哪一个他花钱，这个都我把他免费的那个删了嘛？两个都是免费。哦，那行吧，那不跟你共，不忘了让你跟他共同开发。哎，去，哎呀，你给我的，你那个是要付三块钱的，你付了吗？完了，没有，那你移什么？完了，你移不了，回来，完了，就说不让他移，对吧？哎呀，那你就只能拿钱了，没钱了，那只能拿钱了，拿钱，拿钱，那你要把哪个盖下去呢？你要一个蓝色，我要蓝的，那扔掉一个，扔这个开车吧，这个开车害怕是吧？对，你们别到这上来开车，那这回合就结束了 ，OK， 那大家开彩。第七回合，所有人都看出计分板上只有三分的托老，实际上一个设施样式都未宣告，也已经积累了不少至纯原石，他的分数绝对不低。但即使如此 ，ZC 依然没有停下对韩哥的打击，他再次使用高效移动管理体系直冲 F 区，打下韩哥三个子力。托老也有一个子力受到波及，面对如此强大的火力，无力抵抗的韩哥也只能继续龟缩在至纯原石资源点上，而一旁看戏的大黄则通过企业和设施继续大量攫取分数和资源。而目前最滋润的托老本想通过德克萨斯的计谋效果进行一波区控操作，为最后一回合打下基础，却意外发现自己只剩两金券，一切的操作都作了废，不得已他只能改发德克萨斯的策略效果拿取金券。然后是 VC 多罗西的效果。 OK， 那么把两个放回去，然后放一个上场。你要跟我争哪里呢？主要是托了你要 B 区。我想要 B 区，因为 B 区离我最近，而且我可以采资源。那要不你就把韩哥扔了。
怎么是？那我这个必须，我已经占了三个，对不对？我现在放是不是不太好？韩哥，你要 F 区吗？可是我也有两个。不是，那你要争 B 区的话，你是不是得？那你是不是要走？你要走的话，那我要 E 区了。你要 E 区，可是我车走不了呀。那这样吧，我就直接放在这里，我就守一下我的 B 区，可以吧？真守啊！就不信托老能够把 B 区抢下来。那我就守一下我的 B 区。那好，那第七回合结束了啊。我们之前提到过的指认内鬼环节。第七回合收尾阶段后，玩家将进行内鬼指认环节。每名玩家各自指认一名内鬼，并在游戏结束后结算分数。若指认正确，则该玩家得两分；若指认错误，则该玩家扣一分，内鬼得两分。内鬼在游戏结束后需判断其任务是否完成，若完成则可得五分，否则不得分。再讨论一下吧。这咱们还是那你先说，你说有没有什么想法？反正就是他们两个二选一。韩哥，你现在这个原石啊，从头到尾一直是一颗，刚才一颗被你花掉，又来一颗。小周，你原石呢？不会也花完了吧？我的原石你也知道我是什么条件，前期被你卡成那样，我是不想进吗？那是被你卡在外面的。哎呀，是不喜欢原石是吧？啊，懂不懂？平民攻略不抽卡了，确实。反正我现在信你，你看着我眼睛，到底是不是？你不看我，看我干什么？害怕，我看谁像内鬼？到底回忆一下还有什么信息？啊！我不敢看人了。我这闭上眼睛。你看看啊，避免你们通过我的眼神判断出我猜出哪个谁是内鬼。我已经猜出来，真觉得是韩哥。韩哥傻傻不像在装傻感觉。大黄他技能发掉了，他也不会有什么问题啊。嗯，信我信我，你投我就是亏分嘛。啊！大家闭上眼睛。用手指指下，你们各自指就行了。我喊睁眼就。原来韩哥就是真正的内鬼，而托老和大黄都正确指认了韩哥，唯独一直在怀疑他的 ZC， 最后时刻却指认了托老。ZC 啊 ZC， 你到最后还是选择了相信韩哥。把手放下吧。你怎么提前睁了眼啊？你把手放下，把手放下，等见得再睁眼吗？听着，把手放下，托老把眼睛睁开。不是，把手放下之后不就没了吗？那肯定是，对吧？你脑子想想，不是应该是两个阶段吗？哦，先放手，好的，那开始下一回合，然后 okay, 那么给到第八回合，最后一回合。OK， 盖牌之前我要发动我的个人技能，请。OK， 终于忍不住了。いや限界だ、おすめ、今だ。这个技能叫做我来表演。在角色盖牌之前，我可以决定本回合玩家的行动顺序，而且无视座次。然后呢，将先手标记交于本回合的先手玩家，也就是说，我可以决定谁第几个、第几个、第几个了。是的。那按照我的理解的话，首先第一个是我，第二个是我。能这样吗？不行。这个每个人动一，每个人还是只有两次行动机会。不行，好吧，那。好，那就按照托老先手的顺序好了，然后托老、大黄、好、韩哥、我 ，OK， 那咱们正式开始盖牌吧。盖牌吧，我先手啊，是你先手，送你一个 ZC， 送你一个特效，可以先满天珠、嗯，我得先插一个蓝色，蓝，那也好像也就这一个，也就这一个，只有这一个，这个拿是干啥的？是拿钱的，拿钱，最后一会儿拿钱，核心周围。我得先放这，然后是好的，加一分，然后我要宣告这个好的，加三分，还要触发和花钱。那先造路吧，看哪条路比较好造啊？你把哪条路砸了，会被砸的人会加分，你也可以砸自己的。砸这个吧，加一分，加两分。我是哪里？我是蓝色，十九。好，现在脱了，然后再选择付钱。然后升级加企业，那我们只能升这个，然后发动一个效果，先拿他的一分，先拿一分，然后他的效果，那先放两个吧，因为 A 区的路被炸掉一条，所以只能在这儿放一个，然后在那个路上放一个，就没格子了，好吧，并列，好的，好，然后我先，购买，买，我正好24块钱，我买这个，买这个吗？对，然后我加两分。然后我是不是可以宣告这个？可以的，蓝色和黄色这个对。然后它的效果是你立刻获得一，然后我再加获2分。那我先暂时不动。到我来，我先
选这个物资中继站，红色加两分。现在还有你们两个人技能，你感觉像是名牌，买个试试。反正你们不要偷，不要再进 F 区，不要再禁区啊！你啊，没事没事，我对你也好的，我让你站 F 区。哦，是吗？天哪！对，我可以把韩哥扔出去。嗯，哥你真猛。那我在这里放一个子，然后我用山的策略，放一个横道，你要把自己改掉，炸掉，炸掉，然后加两分，加两分，十七十八。嗯，行。我发现我正好被一点点钱卡住了。我以为你文带，你还有一个这个，这个是让我换一个，对，替换一个，替换一个，替换一个。你想想看，你要跟谁争什么区，你就换他的 F 区，把韩哥换掉。韩哥，你好像站不过 F 区啊？你猜呢？猜会不会站住？还有技能，还有技能，我感觉够呛。但是我技能也可以交给他。但韩哥到现在还没有发动。对啊，就是他发的技能。替换，你们俩都是最后的。韩哥的一个，那我跟连锁。发动技能，这是连二速什么东西？二速陷阱，护身尖刺。任意时刻，当你的影响力被移除时，可以发动，立即进行两次免费的城市移动。哇，你往哪里？请吧，就这里。哇靠靠，这个得放在这儿。好，在这开这。牛牛牛牛牛！哇，然后他突然离你很远了，你发现了没？你只能炸一个人了。我坏了，末两原石。哎呀，终于骗到你了！天哪，太溜了，韩哥。结果只骗到了。那就发完了吗？对，结束了。发完了吗？那结束了。托老觉得意犹未尽啊，怎么办？那我这个技能要是搞了贼，要杀了我了。韩哥怎么跑路了？那我不跑路我干嘛？托韩哥的技能发完之后，其实还在 ZC 的行动。对，你可以发角色卡，如果需要的话。我的角色卡不好发，算了，不发。好了，你的最后一次行动，拓荒生涯。啊，我要发动我的技能液态大炮。我的技能是可以将我的附近的，好的，我相连的，相连的这个车啊往外推。嗯，但是它只能往外推，就是不能移到我相连的附近。啊，但是现在这个技能它出了点 bug， 所以它这个放空了，所以我的技能就报废了，没有了。看得出来你很想放这个技能。是的，非常想放，只是它空放了。啊，那我行动了。那我要发动这个警备队辖区，警备队辖区你要干嘛呢？韩哥，怎么说？还要跟我争一区吗？看到我这个技能有意义吗？你是不是要跟治疗了是吗？那就不动 ZC 的，那我要我帮你拿了一个首发，你不动我，那是很和平。好，可以，还给韩哥，然后我要还有一次，谢谢，还有一次，还有一次。好，放一个，然后你可以获得一个原石，一个原石，够了，就此卸任。好，结束。好，我先发动，然后是雷蛇，然后放两个。靠，这很烦啊！你这个阿区一踩，我要不要把你的阿区给干了？真的，我阿区三个。我阿区我也可以放三个，我现在放两个。那咱们就爆了，再放一个，那咱们就爆了。我本来想偷袭那个阿区，没想到居然你最后那一步。我一直在想着阿区呢。前面不是结盟的挺好的，怎么到最后一刻叫结算的时候？没事，假设我抢阿区，就算我继续失手，无非也就是三分，三分换三分。对呀、啊，那我先放两个，我二区放一个，啊，这个放一个，然后我移动两个，我这个移动到二区，然后这个，这个吧，这个移动到二区，这样。快了，你早说我就去 A 区了呀！我已经结束了，你也举手了，对对，完了，宣这个吧，使用进化，我用那个疯狂进化，海格兄弟，海格兄弟上一格拿两分，真的好，充分，然后再还可以再宣吗？我的天哪，坏了，韩哥让他操作起来了。结束了，最后你不用想了呀，你直接 F 区反面了，你可以抢 F 区，直接 F 区了，你没任何操作了呀。我在想我怎么能把分多赚一点点。那你要可以算一下资源，我的角色卡给我加一点点分。你想怎么讨论一下？我有一个山，我可以调两个过来，直接盖公路加两分，对吧？要不你直接把这个大黄炸了吧？别炸我呀！别炸我！把大黄炸了吧！别！现成的分吗？对吧？这个东西我可以给自己分的，然后，但是这样的话，我就得到时候多罗西放在这里，我就要。你跟他炸了呀！我发动移动，我把一个这个放在这里，再放一个这个放在这里，然后发动我的三的技能，盖一条公路，把这个盖掉，这样获得一分，两分，那就用一分
两分。一二。OK， 那么好了，那么我的回合结束，等着大家开始采集。对，等采集。最后一回合 ，ZC 发动了秘密技能，保证了自己拥有墨洞的区控优势，同时将目前状况较好的托老和大黄安排在了第一、第二顺位。原本拥有墨洞优势的大黄，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墨洞拱手让人。韩哥则抓住 ZC 替换自己影响力的机会，连锁发动了秘密技能，立刻进行两次城池移动，把 F 区又暂时抢了回来。而这一举动恰好又逃离了托老秘密技能液氮大炮的攻击范围，这使得托老在最后一回合只能无奈空放他的技能。而大黄在自己的最后移动于航道 R 区连下四个影响力，压过了只有三个影响力的托老，使得托老最后移动的努力全都白费。面对这一情况，墨洞的 ZC 通过调度河山的策略效果冲平了 F 区的同时，也拿下了两分，并且在收尾阶段多罗西效果额外放下一个影响力后，可以稳定拿下 F 区。至此八个回合的游戏结束，玩家将进入资源和区控的算分阶段。此外，本局游戏还将结算内鬼指认的分数。然后你的多罗西放置一个四，放置一个，那么我这个时候我就直接放在这里，可以的，四比三了。那好的，好的，那整场游戏就结束了，大家可以开始算分。我们还是从先手玩家开始，我们看托老的资源分，我靠，天哪，好高的分啊！是有七颗原石，然后每个资源各一，各一十分，三十，然后三十。大黄算是、没事，等会儿再算，没事。大黄，那我就六颗原石，六分，六颗原石，我没有原石，二十八。韩哥，两颗原石，然后这里是，然后一个原岩，两个异铁，对，就是一共五分。啊，就是他二十五。二十五。DC， 一分。一个人，资源呢？资源光了，战术失败。坏了，你怎么资源又光？然后我们开始判断虚空。然后 A 区蓝色是三个，黄色一个，红色一个，所以说是蓝色加三分。你坏了，托老要赢了，没有用玩家技能都要赢。B 是黄色是四个，蓝色是两个，黄色加三分。DC 加三分。C 区全是蓝色的。那不用想了，加三分。我的天，遥遥领先，冲这么猛猛冲。B 区加三分呢？黄色三个，蓝色一个。ZC 加三分，对，辛苦了，错了，三，对，还踩一脚韩哥。然后 E 区蓝色是五个，红色是三个，错了，所以说加四分，我的天哪，四十，有贝尔了呀，怎么回事 ？F 区黄色四个，红色三个，所以说黄色加四分，三十 ，G 区三分，全是绿色 ，R 区。三分，今天黄色，你怎么这么，这就是了常规的得分了，然后有内哦对内鬼到内鬼时间，内鬼举手吧，还在装什么呢？谁举手吧？不是我举手吧？大黄举手吧？哎，就是他，你看，残酷的内鬼投票结果，哎 ，ZC 投的脱了。你看我像内鬼吗？不是，我看韩哥最开始，我看内鬼，我看普通他打什么，我觉得他可能是个内鬼。然后呢，但托老打得又很好，我觉得他不行。但是他投了，他投了韩哥，托老投了，天哪，投的都是韩哥。对，你看，所以我啊，就是内鬼，投票是没有用的，投对的人，获得两分。哇，然后 ZC 投错了，韩哥获得两分，你扣一分，我要加两分。然后你也会，我也交两分，你会不会？这是信任的。他往后扣两分，扣一分，韩哥加两分，我会心怀感激的。然后本来韩哥就是至纯原石的数量，韩哥如果是最少的，他还会再加五分，但是他并不是。在韩哥内鬼身份揭开之后，一切就已尘埃落定。身为内鬼的韩哥的任务目标是获得整场游戏最少的至纯原石，但奈何 ZC 惨的一颗至纯原石都没有获得，这让韩哥的内鬼任务也无法完成。纵观全场， ZC 和韩哥这对好兄弟一直在你来我往互相攻击，两人互耗的结果就是给了托老和大黄稳定的发育空间。最后的结果也证实了这一点，大黄整场发挥稳定，并且最后拿下 G 区和 R 区，稳守第二。而托老不仅运气在线，同时整场游戏都在努力隐藏自己，并用各种花言巧语与另外三位竞争者都保持着微妙的友好关系，
这样一来，其他人降低了对托老的进攻欲望后，自然就会把矛头指向更高仇恨的玩家。纵使在最后两回合，众人已经察觉到了这点，但奈何托老优势太过巨大，无力回天。最后也要恭喜托老，靠着自己高效的操作和圆滑的交际能力，最终成为了这片拓荒区的霸主。哎，大家好，来来，欢迎，哎，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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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打得怎么样？听说已经大局托老，我们这边全是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看什么情况？哎，怎么有一位遥遥领先？啊，那咱们是不是为对对颁颁下奖？应该是你颁奖，这是后面的，这是第一名的，第一名水晶奖杯。那我们这次比赛第一名是托老，来，恭喜你，恭喜恭喜，来一下。是第二名，不是还有一个吗？不是，那个什么空气新概念空气奖杯吗？空气奖杯，空气奖杯，这么、为什么会这么酷的吗？真的吗？是不是？谢谢，是不是？这个奖杯还挺沉的啊，是吗？我现在可以告诉你这多沉，多沉，有这么沉？原来你才是内鬼，我一直以为这个是第一名的，这个是个殿军的。好，谢谢托老很厉害，他就是像精心布局一样说服 CC， 然后再说服韩哥，还想说服我什么进到红圈里面，让他液氮大炮喷一喷，但是我没有上当。我一直在怂恿他们往禁区走，因为这样的话他们等到最后一回合，我把他们全部推出去，这样我就可以占领他们多个禁区的点。没有想到这个韩哥他突然发动技能，直接离我十万八千里跑掉了。我掉了托老的大炮，哎，还是很爽的。开局豪言壮语，中期沉默不语，然后最后胡言乱语。但是今天韩哥就是整个人他这个状态就不对，然后一直在那边眼神啊疯狂的，一看就知道是这个内鬼。这么反常，他一定是个内鬼。分析他平时的性格，我觉得他可能就是单纯的菜。最后终于明白，他又菜又玩得开心就行了嘛，成绩又无所谓的。哎，我只想做个好人。第二名比较满意是这个奖杯颜色很好看，对，我觉得比第一名的好看。仅仅展现了这个游戏的大概30%-40%内容。对，我觉得它策略空间啊，就是比想象的要大。特别是我一开始前几回合熟悉了之后，后面我大概就是说我有哪些套路可以玩。假设我再玩一次的话，我就会想玩另外一种套路。对于明日方舟玩家来说，如果你没玩过桌游的话，其实是一个挺好的上手的一个新桌游。咱们看到了一些熟悉的角色、熟悉的场景，然后以及在明日方舟的世界观之下，它有的这些东西变成了一些新的东西，就桌游了，你会有熟悉感和归属感。有些朋友可能期待我拿一个比较高的名次，对不起，不好意思，没拿到，连奖杯都投错了，偷了个第二名的。但是你们不用担心，我把第一名的也偷过来。好，大家再见。